其实还有一个焦点话题，就是因为323占领行政院事件嘛，那么行政院长江宜桦呢就被告杀人未遂罪，他出庭了。好，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啊，该不会下一个下台的就是他自己吧？婷婷，你怎么看？我是觉得这个江宜桦他上任不到一年多，然后就换了14个部会所长哦，我觉得他的手下会很心寒。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风吹会吹到自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换掉，所以我要带来我的新歌，把他们的心情唱出来，就是这首大家都很喜欢的《冷风吹进我的洞》。老师，我来人烈的台风，每个吹破个洞，不会说长。一直换，把人心掏空，管真的难当，骂那个人去楼空。冷风又呼呼吹进我的洞，骂的无能却是让我心痛。潮汐还开闸，我宁愿下次就当飞飘头。我真的好想退出歌坛。谢谢，我是现在最红的新人 TT， 叫鬼来当了。支持一下。